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。是不是觉得运动这句话已经很久不见了呢？接下来我们全新一季的运动这句话即将登场。那这一季的运动这计划呢，即将带给大家有关于跑步姿势、跑步技术、肌力训练、体能训练，全方位的让你的跑步技术可以更进一步的提升哦。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接我们每一堂教学内容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